让我做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蒙你的悦纳。天父上帝，我知道今天是你，是你的灵感动我在你的圣殿要认罪悔改。主，我没有做到更多更多的为我家的弟兄来托住祷告，反而用自己的心思意念主啊来讲一些不该讲的话。主，我知道这不是你的心意。主，求你饶恕赦免我们。主啊，谢谢你引领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更多更多的来支取你的话语作为我生命中的主啊命定啊，让我成为一个智慧的妇人，让我有一颗顺服的心来顺服我家的弟兄。阿爸天父，谢谢你，感谢赞美你，也求你的爱大爱来你的圣灵的恩膏大能来膏抹他。主耶稣，让他真的要成为这个家中的头，要成为教会的主啊头，来侍奉我们的主。阿爸天父，谢谢你，唯有你可以改变人心的。主，谢谢你，我知道我的能力力量是有限的，我靠自己的言语也是不行的，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让撒旦魔鬼得逞了。主，求你来帮助帮助，我要在你面前宣告，耶稣就是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女，一切问题结束了，撒旦魔鬼退去，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都得救了，我们都得胜了。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你爱我来爱我家的弟兄，主你来爱他，主你也让我来更深的爱他。主，有的时候我不懂的我已经在言语上重伤了他，主你也来安慰他，主你用你的杖你的杖来安慰为他。主啊，谢谢你，阿爸天父，谢谢你，你让他来陶造他，你不断的来塑造他，主，你来带他到你的圣宝座面前，主，你来改变他，你来翻转他，主，我们这个家是属于你的，主啊，是蒙福的，主耶稣，谢谢你引领我们走前方的道路，主，谢谢你再来让孩子清晨来到你的面前。来清心吐意，主，感谢你，赞美你，谢谢我的阿爸天父，你真奇妙，真伟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不停息，谢谢主，谢谢主，爱我们晨祷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我相信你大能的恩手就是会托住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家庭，因为我们凡事借着祈求祷告，你就会加你主般的恩典赐给我们。主，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悦纳孩子的这样子的在你面前的敬拜祷告。主，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主耶稣，谢谢你，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祷告，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真的是你在我们中间充满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要再次把我们的教会交托给你，求你看过我们的牧师师母，保守他们的身心灵的健康。主要每一天你都与他们同在，加派天使帮助他们，赐给他们力量。哈利路亚，主要也求你看过我们的陈弟兄以及所有的同工，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同心合一的为你建造着圣殿。主要建造着圣殿同时就是建造我们心里的圣殿，主要让我们拉近与你的距离，更多的拉近与你的距离，更多让你住在我们心里。主要谢谢你，主要你帮助我们。主要我们每一天在世界上生活，但是我们不会跟世界同流合污，因为主要你早就拣选了我们，你也一次次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你的。哈利路亚，主要你圣灵在。愿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充满我们，医治我们，浇灌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孩子现在要独立出来开公司了。主啊，但我不是按我自己的意思，我真的是你要我如何行我就如何行，因为智慧是你赐予的，产业是你的，你要我做的事也是你的。主啊，愿你的旨意
彰显在我的身上，拿去我任何自己的意思。主啊，谢谢你的同在，感谢你一直的保守，一直的看顾，一直的带领。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把我们活水得胜教会的敬拜赞美团交托给你。主啊，愿我们更多更多的亲近你，敬拜你。主啊，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就被你的灵大大的充满。主啊，我们不是只是把歌声唱出来，主啊，真的是我们要追求你的同在。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把教会的复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照着你的旨意，照着你的时间来实现。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语很清楚告诉我们，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不但是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祈求，主啊，同时我们两个人也同心合意降服于主，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愿意彼此互相的祝福，愿意一起来领受从天上赐给我们的诸般的恩典。谢谢主耶稣，我们每天在这里仰望你的怜悯，仰望你的帮助。主啊，你不但亲自向我们吹灵气，主啊，你亲自将你的话语新鲜的玛纳赏赐给我们，你也亲自伸出你大能的恩手。主啊，你的膀臂并非缩短，主啊，你的膀臂从你高天伸向着我们，伸向每一个向你心存诚实，伸向每一个心里正直，伸向每一个心里心存感恩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就是愿意在你面前专心一意的来敬拜你，侍奉你，感谢你。主啊，不但你要亲自来喂养我们，扶持我们，造就我们，帮助我们，同时主啊，你要让我们来经历到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果效。谢谢主耶稣，因此你要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主啊，你要让我们的手去扶持我们身边的人。哦，主啊，你要让我们去扶持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我们的小小的膀臂伸出去拥抱，去搀扶，去帮补的时候，主啊，你大能的膀臂就一定在你给我们的命定应许当中来成就你奇妙的应许跟旨意。主啊，与我们最亲近的就是我们的配偶，与我们最亲近的就是我们教会的同工啊，与我们最亲近的主啊就是三一真神。主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与你的爱隔绝，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我们的配偶的爱隔绝，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我们亲密的战友，我们在主里面同心合意建造圣殿，建造神的家的同工来隔绝。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涌流。主啊，你的爱首先在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里，借着圣灵的更新，借着圣灵苏醒我们灵魂，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使我们与你的爱加倍的坚固，使我们与你的爱我们加倍能体尝。主啊，我们真知道你爱我们，我们真知道你无微不至的爱，长阔高深的爱，不离不弃的爱。哦，主啊，分分秒秒你都愿意来爱我们，永远的爱爱我们，永远的慈爱吸引着我们。主啊，我们有的时候似乎不被吸引，不是你的爱不完全，乃是我们与你之间有了障碍。主啊，我们的配偶也是一样。主啊，我们山盟海誓的有嫁有娶。主啊，当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不是这么的被爱，或者是去爱的时候，那一定是有什么东西阻隔了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候奉耶稣基督圣名，靠主的宝血捆绑一切的这些纷争，这些紊乱，哦，这些拦阻我们的阻隔，哦，主啊，这些黑暗仇敌权势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你的儿女在你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我们不会上当，不会中魔鬼的诡计，我们也不会掉入他的网罗当中，因为我们有主，因为有圣灵，圣灵天天来苏醒我们，天天在提醒着我们，天天光照着我们。我们谢谢主，你不但要
要我们继续的伸出我们的帮助的手，帮助我们的配偶，特别是妻子帮助丈夫，我们帮助我们的同工，帮助这个教会，特别是同工要顺服牧者。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也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真是完完全全，不论是丈夫妻子，不论是教会的你所差派拣选的仆人，或者是你所让他们心甘情愿在教会当中委身侍奉的同工，主啊，我们都全然的愿意在主的里面，愿意完全降服于你，跟随于你，因为你接下来是要兼顾我们的。主啊们，你要兼顾我们的信心，你要兼顾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你要兼顾我们的家庭，兼顾我们在儿女身上给他们的是最好的，不是只是金钱外在物质，乃是我们愿意生命传递生命，愿意把我们自己喜乐的生命传给他们，把我们敬畏神的生命传给他们，让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渴慕的生命传给他们，敬拜赞美的生命传给他们。主啊，你要兼顾我们，也兼顾我们的孩子们。谢谢主耶稣，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主啊，他们似懂非懂，若有若无，但是我们是懂得的，我们是有的，我们里面有你，我们里面有你的话，我们里面有你给我们的方向，我们里面有你给我们过往我们跌跌撞撞之后，我们不愿意再重蹈覆辙，我们只知道靠着主才是我们的保障，靠着主才是我们的安全。谢谢主，我们把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你不但兼顾我们现在手所做的工，不论在工作职场上为人打工的，或者是自己经营自己生意的，我们都愿主来兼顾。主啊，我们在转换期的，我们也愿主来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兼顾我们。哦，主啊，让我们原来已经有的，主啊，已经有的才智，已经有的健康，已经有的心力，主啊，你继续的为我们持守。主啊，若是你要翻转我们，更新我们，调整我们，改变我们，给我们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让我们也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有的人在旷野，有的人并非在旷野，有的人在沙漠，有的人本来就在水泉旁。主啊，不论我们是在怎么样一个光景当中，当你要在让我们更上一层楼，主啊，你要大大的施恩赐福，甚至将万国的珍宝运过来，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让我们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活水得胜教会的确有这个职场的恩高，的确一个一个的，包括他们身份还没有稳定的，他们一样的都愿意而且勇敢的心啊，也我们好多弟兄姐妹都开启了他们自己的店。主啊，真是不容易，在这个新移民的环境里面，主啊，他们很勇敢的心，让他们也有这个完全对主信靠的心来投资哦，来开店。主啊，求你帮助他们，主啊，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多多的赚取，也多多的积财宝在天啊，多多的为主来效力，也为主建殿，就像大卫王一样，自己住在王宫当中，但是终日他睡不着觉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看到圣殿荒凉，自己却住着这么美好的皇宫。主啊，因此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主啊，学习着大卫王，我们有一颗大卫的心，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主啊，我们的圣殿到目前为止已经是非常感谢赞美主了，但是主若是能够更荣美，我们愿意为主而努力更荣美，因为更加的荣美里里外外不但是我们的晨祷，让我们的生命被炼净，活出你的光彩来，活出你的真实，活出你的温柔，活出你的谦卑，哦，活出你自己的能力，哦，活出你自己的见证。主啊，不但如此，主啊，我们也愿外在的也能够满足神你的心意，也让社区民众经过这里的时候看到，哦，知道，听到风闻，哦，过去风闻，如今亲眼见你，是当圣殿在你更加荣美的时候，主啊，你的爱来吸引他们，你的荣美来吸引他们，他们走进这里的时候，就真的是过去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我们要把一个个的灵魂带进来，过去活水供应站我们是走到营外，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接触广大的路边的人群。主啊，如今你给我们的感动分派是要让我们好好的来造就门徒，来造就同工，坚固橛子装幔子，然后你才来扩张我们的橛子幔子。主啊，让我们扩张
张我们的境地。主啊，因此愿主来坚固我们这个3301活水得胜教会这个地点的一切。主啊，坚固我们的基地。主啊，这是一个总司令的基地。哦，主耶稣，这四面环绕的，就是哦很多的异教。哦，主啊，包括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有这个佛教的，哦，有这个回教的。哦，主啊，还有这个算命的，这个奇姓奇的。哦，主啊，我们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圣名靠主的保险，捆绑一切的黑暗仇敌权势。主啊，我们活水得胜教会在这个地点，主啊，是你自己的战略之地。哦，主耶稣，这也好像耶路撒冷四面环绕的是四面楚歌，都是阿拉伯的势力。但是主啊，你保守耶路撒冷，愿公众兴旺，城中平安。主耶稣，你赐福给活水得胜教会，就如同保守耶路撒冷一样，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也照样哦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祷告，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夸胜，不是打空气，你是让我们从信心里面发出对主完全的信靠，信靠顺服。哈利路亚！谢谢主，直到看见主你美好的旨意成就。谢谢主，丰满的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耶稣全胜的，耶稣全胜的，耶稣全胜的，全胜的，耶稣全胜的，耶稣全胜的，耶稣全胜的，全胜的。